呢個就係阿德萊德嘅街市啦，我哋入去睇下。有韓國嘢啊，多人坐喺度啊，下邊有街市有得坐啦，香港。成個蛋糕咁樣，但上面啲餡捧面係鹹嘅喎。跟住有馬來西亞嘅啦，嗰個咧，有啲唔同嘢飲喎。購物袋1蚊個，呢個背囊都幾靚喎，39.95。即係幾錢啊？44,200蚊，200蚊都幾抵，幾靚。佢嗰啲紅椒粉啊，阿媽，你又入翻去呢間啊？試下咯，啲衫唔啱阿媽嘅，望兩眼就撇嘅啦佢。大家花店啊，將近情人節啦，我哋睇下外國會唔會吊高嚟賣。情人節應該買咩花？塔斯曼尼亞喎，你又寫到名嘅。係啊。幫台灣。10米。好啊。哇！咁大條。係啦，啱啱出招啊！跟你啦，飲品好靚啊！幾廿歲啊，再扮青春，去五花，五花啦，得啦。喂，嗰啲超硬腸喎 ，Big Breakfast 嗰啲超硬腸喎。我哋個街市好似餐廳咁嘅。呢個就食非洲菜。
電視部機好攰啊！嗱，呢度買啲麵包，嗰度買啲腸咁樣，我哋又完成咗少少啦。我哋爭啲蛋，燒餅啊！煙燻的海鮮、啊、即是有一定有煙三文魚啦，除了煙三文魚還有些煙什麼？除了煙三文魚還是煙三文魚，全部都是三文魚。咦，不是，有一個不是，不是，有一個 Rainbow McKill、看不明英文的。哇，呢度呢度平一倍喎，十蚊一兜。但好細兜。係啊。第二個冇嘢。哇！呢度好多賣山果嘅鋪頭喎，乜山果都有。又是蜜糖黃金芒果，其實今天下大雨，所以我們走來室內走下街。 Sorry，其實這裡的貢茶呢，那個蒲同精靈綠呢，很怪怪地的，那陣提子味是不同我那邊。拍45分鐘，但我不會行曬成個商場嘅上街市嘅，行到花店我停。這裡的街市呢
空曠啲，同埋佢哋咧賣嘢咧係全部收曬入去裏邊嚟，咁濕滴滴只會喺佢哋嗰度拎到出嚟咧就乾嘅，哇好乾淨嘅你哋街市，就唔使好似呢個亞元街市咁樣裝修完先會咁乾淨。唔係蜜蜂，就好怕。好啦，喺到呢度咧，我諗差唔多樣啫，平時嗰啲。再行都應該差不多，他們買東西了，那就拍到這個位置了，今晚應該不會去什麼特別的地方，真的很酷。特色的地方再講啦，拜拜。